上次我出现，他的伦敦羽炫获得米其林三星的认证时间，晚了整整一年。这家刚开了半年，已经有了两颗星星，他在冲击第二个三星，而我又出现了。野生松茸千层，保利先生。 松茸片配上金华火腿，组合而成的千层，品心而论，这个火腿用的还行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笑，为什么这道菜没有配上猪盐和香菜油呢？啊，我是不是该叫快递的给我送过来吗？ 真好笑啊！竹盐、香菜油。Boris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惊喜？这样我挺累的。反正你这个松茸片千层是平凡无奇的，是对的。小胖，你怎么服务的？没跟这客人说这道菜怎么吃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江先生，我还没来得及说。鲍里斯先生。 朋友们，你们的鲍里斯从来实事求是。刚才这个蘸料，让我一瞬间感觉到蒙哥马利回来了。一想到他，我更恨江千帆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不会告诉你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